Hello，大家好。对于这种直插型的凹极管，如何判断它的好坏？其实我们知道，可以猎鹰这个万能表的这个凹极管档，拨到这个档位。好，打开电源开关，然后正负表鼻。直接并联在这个凹极管的两端，此时有一个正向压降值，证明这个凹极管已经正向打通。好，我们正负表鼻对调，并联上去，那么此时这个凹极管反向截止，万能表是没有一点阻滞压降的。通过一正一反就可以判定这个凹极管是好的，这是直插型的判断方法。另外，我们看这种贴片式的，对于这个贴片式的如何来判断它的好坏呢？其实测试方法一样的啊，我们两个表皮直接并联上去。红表鼻接的是负极，就是白色线这一端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万能表是没有压降的。当我们两个表鼻进行对调的时候，正负表鼻对调，我们看，黑表鼻接负极，此时有一个正向压降值，这就证明这个凹极管是好的。好，喜欢的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